那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狐狸耶！哇，它是肥肥的狐狸耶！可以再拉下来一点，那个窗户可以拉下来。没有，没办法，只能到这吗？对，那个是。可是我们不能喂它。你干嘛？你看它的眼睛好黄哦。我没看到。它走掉，它确定，它确定不要吃了。给你吃冰块好了。看，咻！他以为给他吃，这是冰块而已。他说帮你。我想要吃，我想要给他吃冰块。给你，丢，丢下去，冰块。希望，但是，哎，他这样子不会冷哦，你看他。